所以今天就去那边前面啦、啊，边走边绕啊，看看有没有好地方。哎、欸，好多大货，我看一下，算一算，应该是全台湾最有价值的一台机器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的幸运色是蓝色。蓝色？我今天有蓝色吗？有啊，你身上、啊、在这里啊，你身上、啊。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守护你，不让你受。就来玩个赌注好了，好久没有来赌一下了。哦，又要赌了。又来赌一下了。再来输你一台车。这次我们要来玩什么呢？嗯，大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最新去网络上买的，夏天最需要的游泳池。好，你喜欢就好。来，你现在给我穿上。穿上这干嘛？我们现在一瞬间把它穿上哦，先穿上再解说规则了啊。穿上，穿起来。我们穿好了，我们现在是骑游泳。我们就今天来赌一个东西啦，因为我平常也没有在打这种大货，所以给我放宽一点条件。可以啊，3000块打，三哥赌大一点。如果我达成哦，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就穿这只恐龙。啊，如果没有三哥呢？我就穿一整天。双平不是你就是我穿一整天的，反正观众爽，反正观众爽，反正我们两个陪丢脸都可以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就开始喽 ，Go。对密集就范，把钱交出来了，交出来了，被恐龙咬死你！我可以表演个特技，你看，恐龙，恐龙头现在下降哦。怎么才这么年轻就起不来？年纪大了还是比较有力。哎，要捡什么东西呢？我来看一下，先来投个钱再说。哎呀！哇！太挡路了吧！太挡路了吧！你不要在那边乱闹哦，这是我的场，我的秀，不要在那边闹哦。好嘞！先来怒视一下。Oh my god！ 直接开场就先来个枪位。枪位！我跟你讲，我这种感觉就是要拉近， yeah. 全部把它拉近。你知道这个恐龙现在在干嘛吗？恐龙在休息啊。哇哦！吓到！哇哦！没那么简单呐、啊！为了不丢脸、欸，我一定要吃爆你！哇！恐龙啊！哦，这有没有机会？你看一下，有吧？看一下，哇！有沒有看到哇！我虐待恐龙。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个秘密了。啊？什么秘密？其实呢，钱不是换的。那是什么来的？是我们恐龙生出的。恐龙会生钱、所以我们不愁吃穿，是吗？只要有恐龙就没问题。我吃不到，我等下就叫我的恐龙进去。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社会新闻，就是小朋友或动物跑到里面去？我恐龙是可以进去的哦，我跟你讲，它是进得去的哦。进得去，抬不起了，怎么用？它是进的，它可以先没气，然后进去再充气。好、哦欸，没钱了，来来来，准备好了。哦哟，这么，这是刚刚生出来的吗？当然了、啊，这样预算等于是提高的概念。没有，跟我生下来都是要给你用。哎哎呦！好、哦，看到那个228这么多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我感想是先出一个再说。啊！二楼，哇塞！好，快掉下来了，快点帮我挡一下。哎、欸、啊吧。哎呦啊！对啊，决斗喽！你怎么抓着我的恐龙头？让他不要激动，让我有点小害羞。哇，跑掉了！抓住！哎，前的不行，换右边。对啊。哦，这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们是恐龙战士。哇，怎么这样子？这边有个没绳子。还有一个绳子很厚的，好，有了，哎，不对啊，怎么还拉出来？我拉到下面那个去。全台湾大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二八，转，你看，
挡好挡满，这个台主应该疯了。你这让我想到之前很热门的一个广告。什么广告？这个游戏制作人疯了。这游戏制作人疯了吧？是要把你拉破？哎呦，你把它破坏了，太扯了。那我要讲，我要这个也算出货吧？出货？对啊，夹出来跟他换一个。夹这个也算出货吧？哇，挡好了。我看今天你准备要带着他一整天，不好说。而且跟你讲，我们这个一整天的行程，就是谁穿的这个，我们会放到燕爸的频道去。燕爸开新频道，跟你讲。哇哇哦，热火老爹燕爸，第一个企划就非常的热火，至少要先开工一个。当然要开工啊。好，好啦，神之香味，来弄一下发型，帅一点出货。Let's go。好，哇！哎，真的让你叫下二八叫出货，二八 ，no no no， 不够吧？这么，哦耶！哎，二楼，全部去前面。好，哦，这么高，保卫不好。勉强，哇，好危险哦！哇，不要不要，哎呦，稍微错了，哎呀，二楼解法，率先一颗喽，来了，现在把它打二楼就有了，这样子不就又好不好吸啊？啊，又相助，有，哎呀，会不会太厚了？我觉得二楼，哎，移过来，第一次，好，哦。热火吗？快乐一点。哎，哦，挡好挡满。恐龙，我们可以决斗了吗？可以。好，变一个洞就糟糕。不要！哇，好会丢啊！你还是不要打。你们，你们，哎，不可以虐待动物，要好好爱惜它。有，一个有扣到，一个没扣到，应该是最赞的。对，有，呀，碎，吃鸡了，第二个，狮王，二八二三八，好，哦，怎样细啊？哇哦，快丢牌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直接出爆他了。尼古莱点，讲究了，是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三个，三个，行吧。对，今天恐龙跟你很有缘。好，我抱着恐龙头啊，你就好好今天带着恐龙去散步。我开工了，二楼，二楼八碗没拿过，我先出一个啊。好了。啊啊！对，可以啊！降下去啊！哎，长枪，十二指长枪位。哦，跨越他太轻了啦！哪来都就死定了。又一个了，客户台进就可以。好笑。又来又来，一直又打。太轻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不行，哇，你嘞，好开心，好喂，喊出来，又来了，又来又是补位，对，碰不到，啊，哎，我要力真的是一点，不敢看，不敢看，脱了，脱了。脱，给观众知道。耶，这个，耶，怎么那么多球？还有球啊！我的裤子掉了。今天看来是我获胜了，四个好不好？大于三，四个我抽一个出去之后还是可以达成目标。当然，对，我就把一个抽掉。对，我抽哪个呢？我抽这个最贵的，抽掉。你想开了？什么？我想开了，我想开了。惩罚，去燕爸频道看哦。今天一整天，他就带着这只龙，
给你们看我今天跑什么行程哦。好，记得按那个铃，按那个铃铛，心里变才提醒你哦。FBIP 下集再讲，再下发送秒钟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来看他这里，点这里，这里哦，他的频道在这里哦。好。